锦华理事总会将捐款移交给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支援中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移交仪式于四日下午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举行。锦华理事总会是于1月31日发动募款活动，一共获得198名个人和单位捐款，共计超过39万美元和人民币61,700元。锦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乔生勋杰表示，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柬埔寨华侨非常关心祖籍国同胞的生命健康。为了表达心意，锦华理事总会发动募捐活动，获得柬埔寨华侨和各界热心人士支持。他相信，在中国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和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祖籍国人民的努力，一定能够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中国驻柬大使王文天对锦华理事总会以实际行动支援疫情防控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洪森总理表明坚定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携手共同抗击疫情，充分表明柬埔寨是中国名副其实的铁杆朋友。中柬两国是真正的同呼吸共患难的命运共同体。